走吧，那进去吧。好吧。 撤了吧，走吧，带回宿舍了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我相信今天的演出和展一定会非常的顺利。让我们一起热爱前行，Move on，Go Go，Let's Go。 咱这装置哎！天哪，好帅啊！艺术家就是艺术家，咱们的档次上去了，完全这 level， 来吧，来写吧。写啥呢？我也拿一个，都可以吧？咱们写重了啊。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不限定你写多少句，我觉得没关系。OK，对，就把。我不想听到预算紧三个字。没预算。我写了啊，写吧。没事，我这咱俩这还有空位呢。加什么？家里。家里有急事儿。速回。啊。 最不想听到吧？对，反正就是因为这种真的不想听见，感觉每次说这话的时候就会有亲人要离开了，所以就害怕这个。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，哎呀，先生，你点的菜今天卖光了。 中饭又多差，矫情。何女士还没写呢。我什么呀？随便，你最不想听见啥？怎么唱这么难？啊，谁敢说这样？谁敢这么说呀？ 我觉得你可以否定我的一切，但是不能否定我唱歌。这样一说，我又来感觉了。又来感觉了。我又来感觉了，算了，还是别写了。写吧。太吓人了，已经是我多年的标签了，会不喜欢这句话。别老说我吓人，什么小孩吓哭了，我就可上火了。 朋友们，大家你们也看到我们就打样了，写了很多自己不想听到的话，那就交给大家完成了，好不好？